上课，起立。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坐。同学们交上来的日记，老师都已经看过了。那么，谁能给我说说什么是日记呢？你说。日记就是每天都要写的。有道理。日记可以锻炼我们的写作能力。也对。刘佳楠。老师，日记应该是自己的秘密，不能给人家看的。就是的，我们也不说，我看电视上就是这样子的，看别人的日记是不对的。好，大家安静。刚才几位同学说的都很有道理。那么咱们学校规定呢，每周要写六篇日记，同学们写了交上来，老师也都看了。但是同学们还记得自己都写过些什么吗？咱们的日记啊，有十几个同学写的都是拾金不昧，送迷路的小朋友回家，还有一大部分同学呢写的是去公园里玩特别开心。那么老师想知道，这些都是你们的真心话吗？老师也有写日记的习惯，老师觉得日记就应该记录自己生活当中最开心最难忘的事情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同学们的日记想写多少就写多少，甚至可以不写。真的？而且呢，只要大家愿意交给老师看，不愿意的就可以不给老师看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东棉花胡同，蓑衣胡同，哎，这些名字真好听。哎，大哥，还有多远能到啊？马上就到了。大哥，要是房子不满意，你可得把我们拉出来啊，不然就跟迷宫一样，怎么出来啊？放心吧，房子保证你们满意啊。这地段又好，价格又便宜，上哪儿找？大哥，这凑合了，这个不错啊，来吧，快点，前面就到了。就这间房吗？啊？喜欢这儿，来看看吧。就这儿啊？那咱们租吧。多少钱一个月？看你这么痛快，要是学生，400块钱一个月，不贵。你看这房子多敞亮啊，哪儿租去？好，租了。那就先交3月。一共1200。啊，好，没问题。哎，走，上屋里，上屋里。哎，葛俊。嗯。我怎么觉得这房子好像暗了呀？刚才不这样啊？对呀、啊。哎，你快过来、快点啊。怎么了？你看那栋高房子把咱们这的太阳都给挡了。哎，房东呢？走了。那房租呢？给他了。你怎么那么傻啊？那不是你说你要租这儿了吗？哎，你不给人家钱，人家也不会让我们进来啊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那个房东啊，算好了时间，太阳能够晒进来的时候才带咱们进来的。瞧，这刚到北京就被别人给骗了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只能大白天开着灯呗。算了，黑就黑点吧。嗯，咱们反正火车站没休息好，哎，咱们正好睡觉，好吧？好吧。哎呀，睡什么？哎呀，睡觉睡觉了。哎呀，别想了别想了。哎，周老师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再见啊，拜拜。刘佳楠，干什么呢？进来啊，周老师。周老师，我把我的日记本交给你。不是昨天才刚发下去的吗？嗯，昨天我回去又写了，想交给您看看。那可是你自己给老师看的，不算老师侵犯你隐私权吧？嗯，不算，当然不算。是。老师，谢谢你的信任。周老师，咱们俩是朋友对吧？上课不是，下课是。好好，谢谢老师，再见。老师又换了一身新衣服，可好看了。肯定是待会晚上要跟她男朋友出去。不对，周老师经常换新衣服，差不多每天都换，可是从来没有看见她的男朋友。老师的男朋友你怎么能随便看见呢？我估计是没有男朋友吧。就是有也不会告诉你呀。上次我在路上看见周老师，他是一个人。嗨，梅修，那就是说老师的男朋友。你才没羞呢，偷听人家说话。你们说的我早就知道了，还要偷听吗？刘佳楠，你就会吹牛。黑人是小狗，周老师男朋友来过学校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刘佳楠，你又在那说老师什么呢？没有，老师不是我，是他们在说你，我是帮你的。爸，电话。爸，喂，周某啊，是我，小宗。宗老师你好。怎么了？听你声音好像有点不舒服。没有，没事。我给学生扎点小红花，下周发给他们。哦，那学生们怎么样？很好，我很喜欢他们。好，那就好。那你早点休息吧。总老师再见。哎，再见啊。葛俊，啊，你说明天面试我能通过吗？他们能要我吗？要啊，他们干嘛不要？多好的人才！哎，他们为什么不要你？我都要你，他们凭什么不要你？他们要是不要你，那就是他们没眼光。这种没眼光的单位，咱们不去，不去也不遗憾。哼，说的也是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还是紧张。你紧张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。面试啊，这面试它重要的就是分寸啊。你从一进门开始，那帮坐在椅子上的人就开始分析你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看你发挥了。你要是特别自信吧，他们就会说，哎，你怎么一点都不谦虚？你要是不自信，那他们根本就不考虑用你。那岂不是横竖都是死路一条？不是啊，我不是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分寸它就是很重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说来说去就跟白说一样。那明天你呢？我过去就开唱啊，我跟他们没那么多废话，行就行，不行拉倒，对不对？对。
好了，就在这儿分头走吧。嗯，我去海淀中关村，你去东城。祝我们好运。好运。大爷，你是最棒的。祝你旗开得胜。祝你万事如意。好人一生平安。幸福美满。葛俊，别驼背，头发别挡着眼睛。看看吧，不换不换。刘佳楠，分数不是衡量好学生坏学生的唯一标准，大家都是好学生。李然，你电话。谁啊？不知道，是个男的。那我去接一下。喂。是我。哎呦，李主编，你好，你好。不忙，不忙，不忙。多长时间啊？啊，我先想想吧，我回头再跟您联系。谢谢您啊，好好好，再见。杂志社约我去云南拍组风光专题，你去吧。我没答应。我知道你想什么呢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成天在家陪着我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去吧，拍点你喜欢的东西。嗯，那我真去了。你去吧，挺好的。我给你收拾东西啊。好。嗯。去哪呀？叔叔要去云南，你呢？妈妈带我去北京，爸爸在北京等我们。北京都有什么呀？有天安门，还有长城。哎，叔叔，是不是你一个人去云南呀？是啊，叔叔一个人去云南。那云南在哪？云南。云南就在彩云的南边。彩云的南边，上北下南左西右东。杜杜。嗯，妈妈。杜杜，你干嘛呢？我和叔叔聊天。好孩子，快跟妈妈回去，别打扰叔叔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哎，这孩子挺可爱的。对不起，孩子太小不懂事，打扰了。啊，没事。跟叔叔说再见啊。叔叔再见。哎，再见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不去了。
吃饭吗？我给你做饭。吃饱了吗？你要折磨自己，考验我到什么时候啊？如果我今天真走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是不是我前脚走了，你后脚跟着就要离开这个家呀？我不要你施舍我。我不要你扔给我一个家，扔给我一个幸福稳定的假象。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因为我跟你结婚的时候我没有怀上你的孩子，你不用在乎这些。我留不住你，我以前不明白，我现在明白，真的。你走吧，李。你走，你走，你也让我走。我说过了，我跟你结婚跟你怀不怀孕没关系。我们现在是夫妻，你是我老婆，你说我不相信你，我相信谁呢？我们一定会好好的，我们的好日子长着呢。一定会走的，我以为你迟早是要离开我，我不想你有负担，我一直以为如果我没有这个孩子你是不会跟我结婚的，我真的不想你有什么负担，我不想有什么事情影响到你的决定，所以这次我真的有了孩子，我也没打算要告诉你。说过了吧，像这种没眼光的单位咱们不去，不去也不遗憾啊，这是不是？你毕竟赏识人才的地方有的是啊，你可能今天没碰到呢。可是他们也太残酷了，居然当面就告诉我，让我明天就去上班。这帮畜生。你这就行了呀。对呀。你记不记得那天我说过的吗？我说代言你没问题的，你绝对没问题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那你呢？我今天也去音乐公司了。他们怎么说？他
他们老总不在，然后让我留下小样，说会跟我联系的。你也不错啊，说不定他们明天就跟你联系了。我走出去好远了，我才想起来，他们没问我要联系方式。那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既然你都想起来了，为什么不给人家送过去？那他明天怎么找你啊？哎呀，何必那么勉强呢？我再换别家呗。哎呀，别担心了，没事了啊。别灰心啊。哎呀，怎么会灰心呢？要我葛俊灰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。嗯，对，百折不挠就是我们家葛俊的性格。百折不挠。各位家长，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一定抓紧时间处理解决。再说马上要期中考试了，我保证学校的成绩排名是一定要考的，请大家放心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确实是我们学校和老师的教育方法有问题，我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我们实验小学绝不辜负家长们对我们的信任，我们马上开始对此事进行调查，请大家放心的回去吧，啊，回去吧，好不好？校长，哎，我们要等你一个好的结果。好，一定，一定，一定。来，大家走好，走好。来，来，这边，这边，请。这次我们来呀，我们要校长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。不要说了，高老师您进来了，打一半也不行的，是的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校长，您找我。周老师，请坐。周老师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。这是三年级三班的部分家长联名写的一封意见信，主要是对你的教育方法有意见，你看看吧。情况属实吗？嗯，周老师，年轻老师有想法、有个性、有革新意识，我们不反对，而且是支持的。但是，学校毕竟是学校，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的敏感单位。面对这些情况，一旦要是有了问题，我这个校长可不一定能顶得住压力啊。嗯，校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哎，我现在要接个电话啊。好，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。哎哎哎，喂，哎，程校长，不，你听我，郑木老师，请你到人事处去一趟。好。
妈抱啊，妈妈抱。哎呀，妈妈抱啊。哎呀，爸爸回来咱们就上医院啊，马上就好了啊。哎呦，哎呀，你可别哭了儿子啊，别给妈妈添乱了啊，别哭了啊。小宗啊，你在哪儿啊？爸，爸，孩子发烧了，我给小宗打手机他也不接，打办公室也没人接，急死我了呀。好吧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先带小妹上医院啊。哦哦哦，别哭了宝贝儿。哦哦哦，谢谢。萌萌，我走之后，你一定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人和事，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将来的单位，生活上，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这都是最正常不过的，并非只有你一个人的遭遇，你不要想不开，要坚强，要学会面对，应对，要相信自己，只要人在，一切都在。特别喜欢那些孩子，他们真的特别可爱，我舍不得他们，但是我什么都做不好，哪件事情我都做不好。萌萌，别这么想。所以他们都不要我，对吧？谁都不要我，对吧？萌萌，答案在咱自己手里了，咱就是自由人，自由自在。这是福是祸，谁也说不准。我知道，你没错，啊？他们都不要我。要委屈，咱就哭出来，啊！哭出来，哭吧，痛快的哭。哎！哎，师傅，给帮个忙啊！这边，快！快点，师傅，谢谢。你慢点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有谢谢。哎呀，别着急啊，快到了。啊，我马上到。师傅，去医院，去医院。好嘞。啊，我去医院就好了啊。宗老师，你回去吧。我没事的，你回去吧。快些好了。
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爸爸，我是小宗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好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您放心啊，爸爸。哎，哎，医生，我麻烦您问一下，有没有一个叫王慧的女同志领着孩子来看病？你是她什么人呢？我是她丈夫。哦，王慧啊。哎，我看看。麻烦你了，就是那一对双胞胎的啊，对对对，刚刚输完液回去了。这孩子怎么了？上呼吸道感染，在发烧呢，快要转成肺炎了。您这当父亲的也真是的，心太宽了吧？您爱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医院，多不容易啊，都急得什么似的，赶紧去看看吧。哎，谢谢你啊。老婆。老婆，我，老婆，你开门啊！你听我说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把手机落在办公室了。我是回家听爸爸说才知道孩子病了的。哎，老婆，那你早点休息啊。咬破了，咬死你活该！你到底要不要我跟孩子了啊？两个孩子我一个人抱着上医院，你，我当时要看见你啊，我非咬死你不可！感觉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？你猜。我猜不出来。我辞职了。还有呢？你也把工作辞了吧，咱们就可以离开西藏了。你想去哪儿啊？你想去哪儿啊？你去哪儿我就跟你去哪儿。咱们去北京吧。好，我跟你去。放的感觉，他们不需要看见我的泪，你也不在我身边。我想让你喜悦。
却让你心痛难言，后悔没有用，遗憾只有痛，放手留下孤单，紧握住伤感。我看见伤害你的人是我，怎么你视而不见我心痛？也许来世今晚的你我不再寂寞，不再这样难过。有天你会找到新的爱情，如果我看见他伤了你心，流泪的会是我的心。之前